突然好像在海的味道，为什么？是港角。是谁那个香港脚有臭臭臭记得臭很压力对啊，突然就觉得好像有海味耶，对啊，好像我真的是来到海边了，怎么会今天呢是谁的咖我那个臭臭臭那个压力啊真的真的突然我觉得有海味耶，臭鱼也不来，天哪，因为槟榔哦，它怎么样？怎么讲？它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通常好像是文化，因为我们以前就像我妈妈他们的，包括现在，你哪位上店订婚纱，一定都是要带槟榔去。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哎呀，还有小米啊，还有不豆的就是山猪肉啊。以前在普渡啊。对呀、啊。普渡拜拜。一定要有槟榔跟酸梅。对，像我以前出外景，然后要去山上之前，啊，或者是要下水之前，或者我们都会聊天上啊，都会准备槟榔。哦，还有那个酒是吗？小米酒啊，米酒啊之类，就拜。为什么不喝冰的？冰奶茶不喝。奶茶可以喝，不喝冰的，就冰块都不要。为什么？为什么不喝冰的？我觉得很伤喉咙。哦，保护喉咙。保护喉咙。那下次要点个热的给你喝。他又来放毒了。阿喵，你有剧毒啊！过来搞人，搞喵。哪里？寿桃。寿桃。寿桃。当酒啊！你阿喵呢？一年前说带我去钓鱼，到现在。开口。是对你放鸟。安尼感情有做朋友。屁人不能。一年安尼，春夏秋冬过去啊，凊彩公公。你下方的有阿妹啊，有阿妹啊，要拜托你。最近一笑泯恩仇。幕后花絮，我们下集见。